Hello， 大家好，我是传递幸福的 Rico 姐。今天呢，手上有两个 Lindy 要跟大家介绍的。那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这两个不同的 Lindy 呢？因为他们这两个包包的 Lindy 的皮质都不一样，所以等一下会跟大家 review 一下。这样大家都知道呢，爱马仕的 Top 3 BKC 可能价格都会比较高了。如果你觉得你想去入手一个比较 casual、比较休闲，就是带孩子啊、上班啊，比较能够实用装比较多东西的爱马仕包包，我绝对会推荐你这个 Lindy 包包的。因为大家看一下，它的底是四四方方的哦，然后它的旁边有一个大 pocket， 大 pocket。惊喜的就是，它不只是外面有两个大 pocket， 它里面也有两个大 pocket， 就是比较容易让你 organize 你的口红啊，或者是车卡啊，或者是 access card 等等等等的。而且你看，当你把这个扣放下来的时候，这整个包就是整个笑脸包包嘛，所以你每一天带 Lindy 出去，你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的，对吧？好的，然后今天呢，我手上就有两个 Lindy。这一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大象灰，这个是 TC leather， Clemons leather。这一个呢，就是近这几个月来爱马仕都好喜欢用的皮，叫做 Ever Color 皮。当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看到它们两个的分别。这个 TC 皮呢，它就是它的颗粒比较大颗，比较像 Toggle， 而 TC 皮的皮革呢，本来就比较软的，你摸下去，你闻一闻那个皮香啊，好香啊！这个呢，你看你会看到这一边，它就会比较有那个 slouchy 很休闲的感觉，那个皮的感觉。而这一个呢，这个是 ever color 皮，我摸下去呢，就感觉到有一个比较硬的感觉，它也有颗粒，但是就是它的颗粒会比较小一些些，大家可以更清楚的在这边看到。如果你比较喜欢滑顺的感觉，我会建议你拿 ever color 皮。如果你比喜欢颗粒的感觉，我就会建议你拿 TC 皮。当然，如果你要选择颜色的话，在我的 observation 下面，我就觉得有很多亮的颜色，他们都会放在 ever color 的皮，因为只有这种皮才能够带出那个颜色的亮度跟美艳度。所以呢，今天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看够了，对不对？Lindy with TC 皮都是蛮普遍的一个 combination， 所以今天想给大家看多一点的是这一个 ever color 皮。这个呢是 Cappuccino 的颜色，它是也是橘色的其中的一个 shade。 你看它把它放在 ever color 皮上，就感觉到它整个包包是它的皮的亮度的颜色的亮度真的是亮得很漂亮很漂亮。而且你有发现到它还可以每天到那个 slouchy 的形状，但是它就不是太过塌下去。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喜欢你的包包有形状的不喜欢它的乱七八糟的，你真的是可以选择入手 ever color。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我们的 review， 也再一次把两个包包放在一起给大家 compare 一下。其实我觉得两个包包都可以入手，因为不同的皮质、不同的颜色都会很适合不同的 occasion。希望大家会喜欢爱马仕每一次带给大家的惊喜。好了，谢谢你们，记得要 like and share， 还有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这样子我们就会更加有动力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东西。拜拜。